面朝有光的地方生长繁育的，对啊，还蛮有意思的。我们走进阁室，那是清风的第一个大殿，双生意境。好，我们清水，清水。 越啷个个越好弄嘛，越好吃啊！哦。啊？这最难。这台湾佬，伢子应用啊，没？这就你伢用哎，这怎么子？台湾的毛能用得到？哎？就。 前头去了，早死了。准备进来，我们家从医院的诊所里跑。我现在想在房子。哎。往那边走，好看的。 看不清楚，看不清楚，是不是？嗯。
我就想把这些给它取光，那你往哪边呢？1985年的6月27日的这天，原中央收听所书记郭启明在现场考察，听闻一个大旗落。那你看到后面香吗？慢慢下台阶，长官脚下。我们即将进入的是一个神秘的地下世界，一个巨大的地下城市保护。车金洞被称为是行星上的一大奇观，岩溶博物馆、地下天宫，整个熔洞系以它狭窄长度达18英里，在里面进行7万公里，这是目前亚洲海防最大的一个领域。12英里是用的口的是跟着走了，反正走得出，我就走得出。随便啊。哪里照啊？啊，不是。